哎，来了！这年轻人，这脸皮长得比我的还厚啊！怎么了，老板？我说不准这样钓我的鱼，你又来！我没有鱼竿钓啊！我看到这个吗？我这钓场限竿五米四，我这也不到五米四啊，我用骨头钓的。是最短不能短个五米四，最短五米四，你这啥时候定的规矩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就是老板，我定的规矩还要经过你同意。那我正常钓行吗？正常怎么收费啊？1000块一个小时，回一600。回一600，最短五米四。最短五米四。好，那还有其他规矩吗？讲到再告诉你。他限定的呀。行，我不跟你扯了，那我准备干了去。这算我的吗？算什么？钓费都没有交。好，给你。那我等会儿过来，下边开始计时啊。这边走，这边。又过来去。真服你了，老板不让我用大骨头了。吃饼，还给你吧。走，换杆子。这老板也够傻的，他忘了我以前是怎么用长杆来盘他的了吗？咱今天用根复原百川的519，6.3米的杆子，杆子越长钓的越大，看我今天怎么拿捏他的。准备工作做好。你这小身板能钓罗墩，我随便叫个人都比你强。随便叫个人，来，你叫过来跟我比比。这地方都没信号，怎么叫？谁说没信号就打不了电话呀？我这台华为 Mate 60就可以打卫星电话呀。你在天涯海角都不怕没信号的。你看大哥，要不我送你一台吧，省得你一会儿叫不来人，又说手机没信号啥的。这么好的手机送我一台，咋了？反悔了？这也是我的手机，我送给你我用啥呀？你要想要自己去我左下角领。左下角这种事情我都见多了，都是骗人的活动。怎么就骗人了？华为 Mate 60是我联合左下角厂商给大家准备的礼物，群里多少粉丝都领到了。行不行啊？这不会都是托吧？哎呀，别动嘴皮子了，不信自己动手指头去试试。点进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，达到等级就能看到领取界面。除了华为 Mate 60，还有苹果15可以选呢。行吧，那我试试。你去吧，上个大饵，准备搂它。哎，啊？钓费都没转，你还开始钓鱼？还让你飘了，我还能跑了呀？行，转给你。好，1000是吗？转过去了啊！白鲨，这还用带这个呀？我怕你那个大鱼把你拉下水，安全点。好，要不我帮你。这不用，来，准备开始搂它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往回带一点，哎呀，好紧张啊！哎，漂亮啊！这不是，来，哇，终于，哎，我什么玩意儿？我就说嘛，这个杆子越长，这个鱼越大呀！啊，我就是，这边。这个连骨头都不啃了是吗？啊！我，你撞我干啥呀？你个傻狗！过来，看看我们这第一条有多大啊！来，兄弟，稳住，别晃！妈呀，你不动我不动，别跟我捣乱！去，来，啊！哎，怎么天哪？哎！
不怕力，我们往后带他。来吧，兄弟，我来。起，到边儿了吗？别玩了，我时间有限呀。别嘛，来来来，大哥帮我抄一下。哇，这大嘴巴，可以可以。来，称一称有多少斤，小哥，我倒看看多大的鱼，给我拉成这样。六十斤，就给我拉成这样了。我跟你说，下一条更大，我一定要把它这里面的百斤巨物钓上来，让我们继续。小哥，告诉老板啊，有一条，让他给我记着啊。好好好，继续。对，有线就领着那个华为 Mate 60还真给我发货了。那肯定啊，我给大家准备的专属链接，那还有假，怎么样？还找人跟我比吗？不假了，不假了。靠谱，没事。来了，注意！用一条，来，往回带他。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冲水这么猛？看我怎么给你飞起来的，龙都能不能飞起来，我还怕你？什么玩意儿？你像不是龙都哎，让我看是什么鱼。起，哎，不是龙都，帮我抄一下，大哥。看看，看看那是什么玩意儿，来。啥呀？哎，红骨鱼啊，这怎么会遇的？这个200，啊，行，200也可以。让我们继续，再来一杆，等你，往回带一点，钓的深，钓的更大，看看下一条鱼会不会更大一点。哎，飘了，想什么呢，兄弟？终于，来不及杆了呀！什么玩意儿啊！小样，哇，这力气太大了吧！拔河了，兄弟，上来上来，让我看看你。太累了，我了个天哪！来来来，别玩了别玩了，赶快过来呀！别往那边走啊！哎，拉不回来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原来妈妈追不动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换一口气！哇，大龙嘴，我看到了，好大呀，这个龙嘴！小哥哥，准备帮我抄鱼啊！小哥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！现在没有力气了吧，兄弟？来来来，我血盆大口！天哪！哇，这条鱼大了，这条鱼绝对大了，好大呀，这条鱼！91斤。我的妈呀，91斤，马上100斤了！来来，大哥放这，让我跟他合影，好不好？大不大这一条？咦，好开心呐！这条鱼差点100斤了。来，让我们继续，等你，往后带点，来个大黑条！哎，大大，终于终于，我就说嘛，来个大黑条。中鱼了，什么玩意儿，游速这么快。哎，哪儿去，去哪儿啊？哎，你要去哪儿？什么玩意儿啊？
来，应该是一个，应该不是一个龙趸，应该不是一个龙趸，游速好快的。啥呀？条鱼，看看那条什么鱼？来了来了，哈，又一雷。原来是小卡拉蜜呀、啊，咋游速这么快呢？小卡拉蜜。呀，兄弟，牛不牛？耶！走，二百又到手了，我走你。喂，不动了。啊？这么快的吗？干嘛？又不开心了？啊，不钓，钓了，不钓了，反正我也钓累了。哎呀，捕鱼吧。有意思吗？啊，两大两小。两大两小。嗯。大的600。嗯、小的250。啊？250啊，好，250。好的，250。来。给你转过去了啊，1700。啊、好，有计划。六七说了，但是我是还是要说。啥话？以后别来了。